先桥边咧卖大鱼哦，今仔来了三千三万哦，坐到交通管制局哦，哎呦，迄边哦，迄边有一个人啊，都有这多鱼话，一定是梦到。来啊，看卖咧，拢是阮少爷话啦，有够啦，你拢讲话啦。啊，坐得到。多爷一个温一彬彬的秀才，啊，迄个哦，哪会讲话安尼气条条？哎，哈哈哈哈！原来阮小姐介意这款型的啦。哎呦，公主，公主哦！好啦，公主啊，叫你予伊天大的喜事，阮夫人啊吼，便请你去做囝婿。好，做囝婿。你夫人什么人？托我做你老夫人啊！哦，什么老夫人？我唔捌啦！啊，唔捌阮夫人无要紧，若讲着阮小姐哦，你就一定捌啦！公主，母亲啊！林小姐啊，林小姐又果是什么人啊？啊，就托我做你老小姐啊！哦，伊即摆亲身选婿选着你呢，公主啊，你实在真有福气，月英小姐是阮下来。上界出名的大美人呢，你真是艳貌不见啊，艳貌不见啊！